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玩公经济。我是国立中山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继续讲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。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，微分的应用。我们在这一大的段落里面呢，谈了很多关于这个经济学呢，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这个数学技巧，我们也讲了很多关于微分的东西。那今天呢，可以说是我们这一部分的最后一讲。那我们要来谈谈微分的应用。那微分的应用，最常见的一种应用呢，就是来求极值问题。什么是极值问题呢？就是求极大值，或是极小值，求一个函数里面呢，这个函数呢，它的这个最大值会是在哪一点，或是最小值会在哪一点？这是微分呢，最常见的一种应用，也是这个微分呢，在这个我们经济学的课程里面呢，最常见的一种应用之一。那什么是极值问题呢？那我们先从一个函数，从一个函数开始。我们现在讨论如何运用一阶条件来求这个函数的这个极大值，或来求这个函数的极小值。我们在这一讲里面呢，主要在求的呢都是极大值。那这个函数是这个样子。假设呢，今天有个函数，这个派等于 fq。这个这样子一个函数呢，各位在供给的那一讲，就在很后面的供给那一讲呢，你会常常看到，这个派呢，通常是我们把它当成是利润的一个函数，然后利润呢是一个 Q 产量的一个函数。那你现在先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就想说这是一个函数派，利润它等于什么呢？等于30Q 减掉100，加上二分之一 Q 平方，那我们要来求，这个函数的极值在哪里？就是这个函数的极大值会在哪里？那怎么来想这个问题呢？首先呢，我们可以这样来看，我们把这个函数呢画在图形上给各位看。这个派呢等于 fq 等于30q 减掉100加上二分之一 q 平方呢，它在如果你把它画在 2D 的图上面呢，它会长这个样子哦，它会长这个样子。你看它会是一个曲线，然后再下来。那所谓的求极值的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要求说，你看到这个曲线，它有个最大值，它最大值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就是它的顶端。那极值问题呢，就是在求说它的这个极大值呢，会是在哪一点，或者在 Q 等于多少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这个最大值。那第二个呢，当你知道它 Q 在哪一点的时候，它有最大值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 Q 带进去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的最大点会是在哪里。我们在这个图形里面呢，一看就知道这个最大点会出现在大概 Q 等于30的那一点。可是你有没有办法是说，我不用画图，直接看到函数，我就直接来求它的最大值？这个就是所谓的极值问题。我们看这个函数知道它的最大点在 Q 等于30。可是如果我不用画图的方式，我有没有办法直接从数学式里面找出说它的最大点会出现在哪里？怎么来看？我们刚刚画了这个图形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到它最大点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性？它在最大点的时候呢，它在这一点画一条切线，它的切线斜率是多少？切线的斜率是零嘛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它是极值，在极值的时候呢，它的斜率是零，它的斜率是零。所以呢，你有没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性，利用这样一个特性来找极大点，来找极大点会出现在哪里？如果你知道这个特性，你知道说一个函数，它在出现最大点的时候呢，其实最小点也是一样，出现在最大点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这个特性，这个特性就是说它在那一点上面的斜率为零，那你可不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来找出它的最大点？当然可以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来算斜率？我们在前几讲的微分的部分呢，有讲过怎么样来算斜率？这个是个曲线，非线性的函数，各点斜率不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通常会算它的一阶导函数出来，它的一阶导函数是什么呢？是一个描述这个 q 跟这个派等于 f of q，派等于 f of q 的这个函数的斜率的一个关系式，这个叫做一阶导函数嘛，描述 q 跟 f of q 的这个斜率的一个关系式。那在这个关系式里面呢，他就跟你讲说 q 带进去不同的值的时候，这个斜率会不一样，它总是会有一点这个斜率为零嘛，你就把那个导函数算出来，然后把它设定为零，算它如果等于零的时候，它那一点的 q 是多少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办法找到说这个函数呢在哪一点的时候呢，它的切线斜率为零。那因为切线斜率为零，我们知道当切线斜率为零的时候，那点可能会出现极大值或极小值。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是出现极大值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找，来找极值。
好，来找极值哦。所以我们来看到哦，这个函数，我们现在求第一步，我们刚刚讲依照刚刚的那个概念来求一阶导函数。好，那一阶导函数呢，怎么写？哦，底派除以底 q，哦，对不对？把派对 q 求微分，那 q 是什么呢？30q 减掉100加上二分之一 q 平方，所以你就把它拆开来，30q 减掉二分之一 q 平方，再减掉100，那这个东西对 q 求微分，那这个东西对 q 求微分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前几讲呢，哦，有讲过，哦，有讲过这种微分的公式，对不对？它是三个东西，三个项减在一起，你可以个别项个别做。那30q 呢，这个东西做微分是什么？它会是什么？30乘上 q 微分，它就会变成一了吗？那30摆下来就变成30，那减掉二分之一哦，它是常数提出来，q 平方的微分是什么？q 平方的微分是什么？2乘上 q 嘛，所以就变成二分之一乘上二乘上 q，所以就变成 q100，这个东西是个常数，所以它的微分会是零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什么派等于 f of q，它的一阶导函数呢会是30减 q，那30减 q，那第二步呢，照我们刚刚的想法。哦，来求说，当这个导函数呢，当这个导函数呢等于零的时候呢，就是说，我们知道这个导函数描述的是 q 跟这个 f of q 哦，它的这个个点斜率的一个函数表达它的关系。那我们现在是说要找到说，哎，当它这个斜率呢哦为零的那一点是哪一点？所以我就是找出导函数来，然后设它等于零，求出那个 q。对，就我们刚刚求到了导函数是三十减 q 嘛，设它等于零，那你会得到。q 等于30，所以 q 等于30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在这一点上，这个函数呢，它的斜率，它在那一点上的切线斜率为零。所以根据我们刚刚的想法呢，好，q 等于30的时候呢，它的切线为零。但那时候呢，我们刚刚看到图形知道说那一点它会有极大点，那这时候的派是多少？会是350。你就把 q 等于30带进去，哦，30乘上30减掉100加上二分之一乘上。30的平方会得到派等于350，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图形上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图形呢，最大的当它的出现最大点的时候呢，q 会等于30，这个时候呢派等于350。好，这个呢就是典型的求极大值的问题。哦，我们用一阶导函数来求，哦，来求这个极大值。哦，所以设一阶导函数为零。哦，在那一点呢？哦，设一阶导函数为零呢？用这个条件呢来找出在哪一点的时候呢？这个一阶导函数为零。哦，表示说在那一点上面呢，这个原先的这个函数在那一点可能会出现极值。这个就叫做用一阶条件，因为我们是用一阶导函数设它等于零这个条件嘛。这个就叫做用一阶条件来找极大值或极小值。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是极大值。好。所以，我们知道，当 q 等于30的时候，派有最大值，此点微分为零。哦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谈谈二阶条件的运用。为什么需要二阶条件呢？哦，刚刚前面有谈到，哦，我们在求极值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用一阶条件。什么叫一阶条件？一阶导函数设它等于零的时候呢，哦，然后去找出那个里面的 q 的值，哦，找出它带哪个值进去，一阶导函数为零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在那一点的时候呢。它会出现极值，它的这个那一点的这个什么切线的斜率会等于零哦。可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啊，切线斜率为零的时候的那一点呢，它可能有些时候不见得是极大值，它有些时候可能是极小值。同样在极小值，同样在极大值，都会有切线等于零的这个现象哦。我们刚刚在那个题目里面没有看到极小值哦，不过呢，在这边呢，我们会给大家秀切线斜率为零的时候，它可能是极小值。哦，所以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就必须要运用二阶条件。哦，二阶条件，我们先从这样的一个函数开始。这个函数呢是这样子，π 等于 f(q) 哦，等于负 q 三次方加18 q 平方减60 q。那这个函数呢，只在 q 大于等于零的部分呢存在。哦，那我们来讨论说这个函数呢，它的极值会在哪里？那，哦，我们首先呢，一样先把这个函数画出来。哦，这个函数如果你把它画出来的话呢，它会长这个样子。哦，它会长这个样子。哦，在 q 大于等于零的部分存在。哦，它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函数，然后非线性的函数，所以你知道它个点斜率不大一样。那它的极值出现在哪里？也就是说，它的这个极小值或极大值出现在哪里？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呢，哦，有个极大值。哦，那可是呢，这边呢，哎，又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值。哦，这个值呢，哎，算是极小值，可是呢。它不是全部里面的最小值哦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它 q 大于等于10了以后呢，然后这个
这个函数只能会一直往下掉，往下掉，掉到哇负很大的这个地方，哦，负很大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值呢，它不会是全部里面的最小值，可是呢，它很像也是在这个地区里面的最小值，哦，它也是在这个地区零到十、零到五这个地区的最小值，哦，所以这个值呢，还是我们所谓的极值，哦，只是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给它加一个那个修饰的用语，说它不是全域极小值，可是它是局部极小值，哦，所以我们通常呢会在这边呢讲。哦，这个呢是局部极大值，这个呢是局部极小值，那这个是真正的局部极小值。那这个呢，它虽然是局部极大值，哦，就是说你在0到15之间，它是局部最大的，可是呢，它同样也是全部里面的最大的值。哦，它全部里面的这个函数全部的值里面呢，因为这个函数只在 q 大于等于0的地方存在吗？它也是全部里面的极大值。那你看到这个局部极小值跟这个局部极大值它有什么特性？当这个 q 等于在这个应该是2啦，之后会算出来。它 Q 等于2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局部极小值。在这个局部极小值呢，也就是说在这个0到10这边的 这边的这个值最小。它有什么特性？它的斜率在这一点上面呢，它的切线的斜率等于0。哦，它的切线是条水平线。那在这里呢，局部极大值 Q 等于10的时候呢，哦 ,Q 等于10的时候呢，它在这一点上面呢，它的切线的斜率也等于0。局部极大值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前面讲的，如果你只用一阶条件，哦，在那一点上面，哦，去找在哪一点上面呢？他们的一阶导函数等于零，利用这个方式呢找出那个点，这个点呢，你有时候找出来，它可能，哦，不见得是极大值，它可能也是极小值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就必须要使用二阶条件啊，我们要使用二阶条件。那我们等一下来讲，跟大家讲什么样叫做二阶条件。哦，我们首先呢，先来。用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东西，哦，以函数斜率为零的点呢，找到可能的极值，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跟在这一点上呢，它的这个什么切线的斜率都是水平线，哦，斜率都是零，这点呢上面可能出现极值，哦，可能出现极值，所以我们一样，第一步先把这个函数呢求它的一阶导函数出来，哦，一阶导函数，所以它是负 q 三次方加十八 q 平方减六十 q 嘛，对不对？先对这个东西做微分，那它的微分会是什么样子呢？Q 三次方，这个前面是负号，负号继续留着。Q 三次方，哦，这个是三个项加总，哦，我们在前几讲那个微分的公式里面有讲，如果是三个项加总，个别项去做微分就可以了。那 Q 三次方就对这个东西做 Q 三次方是什么呢？三乘上 Q 的平方。那第二项呢，十八 Q 平方，十八是常数拿起来 ，Q 平方的微分是什么？二 Q， 所以十八乘上二 Q， 它就等于三十六 Q。第三项呢，负 60Q 做微分就会变成负 60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个 π 等于 f of x 而 f of q 这个函数呢，它的这个一阶导函数长这个样子，哦，它的一阶导函数长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对它做因式分解。为什么要对它做因式分解？因为你现在要找出它在哪一点上面，哦，它在哪一点上面带进去这个导函数，哦，这个一阶导函数的值会是等于0，所以你要把它做因式分解嘛，那你可以把它 做因式分解，哦，这个国高中有教，它会等于负3，你先把负3乘提出来，所以变成 Q 平方加上 12Q 减 20， 那对这个东西做因式分解，它就会变成是 Q 减掉2乘上 Q 减掉10，哦，它会是这个东西负3，哦，乘上 Q 减掉 2Q 减掉10，那这个东西呢，你就设它等于0，哦，设它等于0，这个东西呢就是一阶条件。哦，一阶条件，哦，所以设它等于0呢，哦，你就会得到 Q 等于2跟 Q 等于10。也就是说你知道说当 Q 等于2，当 Q 等于10的时候呢，这个函数当在 Q 等于2当 Q 等于10的时候，这个函数在那一点上面的斜率，哦，会等于0。也就是说这个函数的一阶导函数呢，在 Q 等于2跟 Q 等于10的那一点上面，它一阶导函数为0。哦，一阶导函数为0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极值，哦，局部极大值，那我们就把数字带进去。当 Q 等于2的时候呢，这个 π 呢会是等于负 56， 当 Q 等于10的时候呢，这个 π 呢，哦，会等于是2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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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那在这个函数里面呢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特性？它在这边它出现极小值，局部极小值，它的斜率这一点上面切线的斜率等于0，这一点呢出现局部极大值，局部极大值呢在这一点上切线的斜率等于0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特性。那有没有第二个特性？有没有第二个特性？有，你仔细想想看，在这一点上面它是局部极小值嘛？它是局部极小值，所以呢，在这一点附近它的斜率是怎么变化的？哦，
在这一点下面它斜率当然是零，可是呢在这一点前面哦，比如像 Q 等于1哦的这一点上面，它的斜率是什么？斜率是负的。然后呢当它超过 Q 等于2的这一点呢，也就超过 Q 等于2的这一点以后呢，比如像 Q 等于3 Q 等于4，它的斜率是什么？它的斜率是正的哦，它的斜率是正的。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它的斜率变化是从负的，然后到这一点变成零，然后到这一点变成正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局部极大值。在局部极大值这边 ,Q 等于10这点斜率等于0嘛。可是 Q 等于9呢，斜率是正的还是负的？是正的。超过10呢 ,Q 等于 11, 斜率是什么？是负的。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，它斜率是从负的到正的。啊 ,sorry, 从正的到负的。在 Q 等于2这点呢，斜率是从负的到正的。也就是从在这一点上面的斜率是在增加哦，从负的再到正的，所以这点就有局部极小值。那在这点呢，斜率是从正的到负的，斜率在减少，所以它有局部极大值。斜率在增加，负的到正的有局部极小值。斜率从负的到从正的到负的，从正的到负的，斜率在减少，有局部极大值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刚在讲这个时候呢？我刚在讲这两件事情的时候，在讲斜率的变动率。哦，斜率的变动率。哦，所以我们讲斜率的变动率。哦，所以为了让大家理解呢，我们把这个呢，哦 ，pi 等于 f of q 等于负 q 三次方加十八 q 平方减六十 q， 我们把它的一阶导函数算出来，然后把它画出来。哦，所以它呢 ，f prime of q 呢，它的一阶导函数呢，涨负三 q 平方加三十六 q 减六十，我们把它做出来，我们把它画出来，哦，它就会长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刚刚说呢，哦，这个就是它的一阶导函数的样子啊。一阶导函数设它等于零，哦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 Q 等于二，一阶导函数等于零 ，Q 等于十，一阶导函数等于零。在这一点上面讲说它斜率，哦，刚好它本来的这个 pi 等于 f of q， 在 Q 等于二跟 Q 等于十的时候呢，斜率是零，哦，在这两点上的切线斜率为零。所以它们的导函数呢，它的一阶导函数在 Q 等于二跟 Q 等于十这两点上面，它的值会是零。那我们刚刚说局部极小值它有什么特性？斜率慢慢的从负的变到正的，所以斜率在增加嘛，斜率从负的变到正的，斜率在增加，它有局部极小值。斜率从正的到负的，从正的到负的，从正的到负的，它有局部极大值，斜率在减少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斜率在增加，哦，它有局部极小值，斜率在减少，它有局部极大值。那什么叫做斜率在增加？哦，斜率在增加，斜率在增加。哦，这个是一个斜率的函数哦，这个斜率的函数哦，斜率的函数讲说斜率在增加，就是讲说斜率的斜率，斜率在增加嘛，所以斜率的斜率是正的。啊，什么叫斜率的斜率？斜率的斜率就是二阶导函数啊，清楚吗？听起来很像绕口令哦。希望各位能够清楚了，斜率的斜率，斜率在增加，所以斜率的斜率是正的，斜率在减少，所以斜率的变动率，斜率的变动率，斜率的斜率是负的， OK。 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要找出这个什么局部极大值呢，除了用一阶条件找出哪一点呢它的斜率是等于零，也要看到说那一点它的斜率变动率是不是从正的到负的，是不是从正的到负的，斜率的斜率，斜率的变动率是负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二阶条件啊。所以你用一阶条件找出极值，再确然后之后呢在某每个极值里面呢去代入那个值，算它的二阶条件，看它的二阶导函数呢它是正的还是负的。在这里呢我们知道，如果你把这个 Q 等于2带进这个 F double prime Q， 哦，就是说那个 FQ 的二阶导函数呢算出来的值呢它会是正的，在这里呢它的值会是负的，哦，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二阶条件，哦，这就是一般求极值问题最基本的步骤。第一步，用函数的一阶导函数为零，用一阶条件的点找可能的极值，然后呢之后呢再把每个值呢带进这个函数的二阶导函数里面，看它的值是正的还是负的。如果是负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叫做局部极大点。好，希望这样子的讲解呢能让各位清楚，哦，清楚知道说，哦，这个我们怎么样呢利用微分呢来找出，哦，来找出这个极值问题。好，哦，我是中山气管射箭员，哦，我们下次见。